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您即马所看的节目是《台湾钓鱼乐》，我的钓点无几个，拢为岸边在钓鱼，钓鱼真趣味。您敢知影倒位有鱼仔好钓？本节目则加减看啦嘿。我的钓法真简单，珍珠钩掺鱼皮钩钓法。啊，若有兴趣，再来加减学啦嘿。感谢恁的收看。这位先生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这位先生，你这是不行的嘞。你这个菜市场买回来又再掉在嘴巴，这不行的。哇，赚你300块的。这位先生，等一下这个海防会抓，这种鱼不能钓哦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过来到美丽的所在，叫做鸳鸯海哦，咱北部上出名风景区啦，有水无？啊，今仔日游玩来水南端啊钓鱼啊啦吼！啊，到底会钓到啥？请大家慢慢啊来欣赏。空来个空杯啊，就够用。对啊。我这个啥物，人工要给换。
今仔日我那真歹雾啦，哦，到此一游。我足侪乌鱼，会当游爽诶。若想要游爽诶，即搭哦，只乌鱼真侪。好，臭豆腐哦。
今仔日带大家来看风景，无鱼也好钓，风景罔看啦嘿。感谢大家。